嗨，我是 TT， 这是环半岛的第五天。环半岛的影片过那么久才全程剪辑好，拍摄、剪辑与字幕真的花了许多时间。OK， 回到正题，目前抵达台喽，等等要骑回台中喽。骑乘在中部横贯公路很舒服，太鲁阁的风景很美，来多少次也不觉得厌倦。说来也奇怪，当收假的最后一天，要回家的路途都会不舍，却也因为不舍才造就想来的动力。2020年花莲一共来三次，这支影片是第二次所拍摄。2020年的影片还有许多未剪辑，只能对自己说加油。九曲洞步道第二次到访，借由这次机会做简单的拍摄，整体来说很漂亮，适合散步看风景，放松心灵。九曲洞步道原先是中横的公路旧道，民国85年九曲洞隧道通车后，公路旧道就改建成步道。借由这次影片，让想来的朋友当参考，进来的路口有公共厕所，挺方便的。全程来回的时间大概花40到60分钟，包含拍照等等。步道的全长是700公尺，同时也是太鲁阁最精华的路段之一，建议可以来走走逛逛，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哦。OK， 刚到天祥休息站啦、啊，等一下准备要回台中了。到官员加油站记得买颗粽子来吃。
天失业环半岛结束，谢谢收看到最后的朋友，我是 TT， 下次见。